我可以睡小床，肯定是以年纪来分的话，那我们还要睡这啦。好的。那这一颗镜头就挂在这个是什么？想要拍我？你嘴巴张开很大的睡觉。由林心如领军，集结杨谨华、陈意涵、郭雪芙等明星一同经营宠物友善民宿。女子军团一到民宿后，分配床位是首要任务。然后大家说，来抽签，我跟大发抽到大床，但好像不太对吧 ？OK 啦，那我这个好了啦。其实我觉得单人床也好。让我不要想我老公。相较于女生们的舒适大房，男生的房间就显得小巧温馨。我早上去运动会不会吵你？不会。如果从这边走到这边，好，哦，这样好，按早起好，你这边，我中间，你这边。好，那狗狗就放这边 ，OK。其中受到民宿店长林心如邀请，特地从台北开车到台东，要担任餐饮总监的周兴哲，对于接下这重责大任，心情有点紧张。牛排、鸡排，你们选一个主餐。是你们自己做吗？我要做。你会做菜？你会做菜的？我会啊，对。他可是，那我要牛排。牛排 ，OK。我也要牛排。这也是周兴哲和林心如自从《十六个夏天》后第一次正式合作。林心如感性的说：“从他18岁就认识到现在10年了，看着他变成熟、独当一面，蛮开心，也很期待这次的合作会擦出什么样不同的火花。” TVBS 新闻高子瑶、蔡明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